投柱香 KOL 王夏慧将会在下个月11号跟住老伴潘炳烈移民美国，同屋企人共享天伦之乐。临别秋波，夏慧 BB 就带头条日报的记者坐天星小亮重拾当年回忆。当日夏慧 BB 穿着黑色短裙仔，脚踏松高鞋，在天星码头周围行，稳位影相，表现活跃，完全不似91岁的老人家。未到吓，89啫，1933我。猪年不是鸡年呢，1933。哇，真的好靓，我的海水吓，好平服啊。我以前小个嗰阵时喺呢度钓鱼噶，我最记得码头嗰阵时我就钓鱼噶，嗰阵时好细嘅咋，嗰阵时咁而家就冇啦呢几日。哇！呢雪幾十年都係一樣嘅，天天小輪嚇，啲小輪真係好啊！搭下小輪玩下啦。可能之前出鋪宣布就嚟離開香港啦，行去坐天星小輪嘅途中，夏慧 BB 就好似巨星出巡咁樣，所到之處都有人舉機拍攝，佢不知幾歡喜啊！見到途人影嘅相好睇，更加大方俾電話 number 人哋，話要 send 翻俾佢。而深受大人細路歡迎的夏慧 BB 都有不少途人求合照，她通通有求必應，更加叫人違規除口罩拍照，說會好看一點。好啊，你一起拍吧。好，可以拍照。好的，除口罩你们要找啊。我都好唔捨得夏慧 BB 离开香港咯，因为始终咁多年都见到佢系活跃于我哋香港嘅演艺圈，咁就年初一都去等香嘅拜寿之乡嘅，咁我都好，其实好期待每一年见到佢。今次移民我真的好唔捨得，有緣再見啦。行到中途，聽到遠雪高車的音樂，夏慧 BB 都忍不住走去幫襯，品嚐人生第一杯，同埋離開香港之前最後一杯遠雪糕。買雪糕，有咩雪糕啊？喂，姐姐，有咩雪糕啊？有呢個雪糕啦。好食啊？好啊，好啊。買一個。你哋食唔食啊？你一个我，系你一个先。买雪糕都不忘问记者要唔要，真系好鬼 sweet 嘅啫。雪糕车哥哥见到夏慧 BB 都即刻话要影翻张相，亲和力爆灯嘅夏慧 BB 就梗系一口答应啦。姐姐话同我影相啊，你而家影咧？买雪糕先，影埋雪糕，除咗个罩先。整个超级大嘅桶俾我啊！系，哇！嗱，你同我影相噶。我好啊，来 BB。 哎，大家好。来啊。行到搭天星小轮嗰度，夏慧 BB 都不禁谂翻起以前。以前细个成日搭嘅，啊，系呢十年八年就冇搭，吓，好开心嘅坐船过海，好中意嘅。个绿色嘅奖一百达通啊？有噶，不如。要拿出嚟好新，有咧就唔使錢又免費噶。香港真係可以講話東方之珠啊，真係好靚，你睇下，可以望到一望無際嘅，裏面有咁多高樓大廈，真係好懷念，好懷念。望住出边嘅景色，可能系谂到就嚟要离开香港，佢都表现出不舍啊！呢几十年间咧，
我覺得香港俾我真係好幸福，好開心。希望香港人咧，最緊要大家都要努力嚇，加油！最緊要保持身體健康嚇，咁有咩嘢唔緊要嘅，明天會更好。不過佢就話，就算好愛香港，都真係要走啦。因為我個女個仔又生咗兩個 B B。一個仔一個女，因為我已經四代同堂噶啦，咁我都要見下佢啲啲室啊，唔係孫。除咗要見屋企人，原來仲有更深一層嘅原因，而呢一個亦都係佢一直收埋喺心入面嘅必走理由。我所有嘅好朋友真真正正都冇曬嘅，嗱，鄧碧雲咧，王王女咧，司徒坤、佩英咧，阿長嫂咧，啊，一個一個冇曬，仲有誒。譚詠文咧，同埋啊李香琴咧，呢啲係幾十年嘅好朋友嚟嘅。嚇、啊，睇見佢離開咗，咁啊自己點樣咧？剩翻自己個身體好孤寡㗎，實在都覺得好即係好唔開心啊！咁我都想話去出去行下啦，行開下啦。即係嗰啲人生點解咁短暫嘅咧？咁即係我覺得好短暫，咁都冇辦法咧，都要努力去做人啦、啊、都希望。就算幾年都好啦，即做多啲好嘢咯，啊，幫助多啲社會嘅嘢，啲係我人生就係咁啦。喂，啊，亦都睇見啲自己婆婆啊，佢哋都好淒涼。咁而家啲婆婆真係流離失所嘅。夏偉芝之前已經諗好咗，要利用名下嘅慈善基金開展老人院計劃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嘅老人家。可惜受到疫情影響，計劃受阻。三年啊，停咗。我三年前嗰時候真係開始嘅，但係一開始 stop 咗啦，停咗啦。咁我放得比較契仔，如果要搞到咁上下啦，佢個我咪翻嚟咯。不過夏慧依今次一別，其實至少都要九個月後，等巡迴演唱會結束先至可以翻嚟。喺隔離嘅經理人 Simon 都話，就算想翻香港都唔係即刻嘅事。短期內都唔翻應該。短期內就唔應該翻。不過做完巡迴演唱之後咧，咁我又想同老公咧 enjoy 去環遊世界啦，嗱美國先啦，比較大嘅地方。係咯。跟住就所以未知，但我驚佢影，我係驚佢忍唔住嗰邊嘅生活，話要喊翻嚟啫。而家大家都唔知噶嘛，我都唔知。即係我諗會適應嘅，但會唔會咧我都唔知。有幾次都係咧，佢女咧想佢咧留喺度住幾年啊，即係疫情之前，結果咧。三四個月就說要喊回來了，即有些人是不那麼習慣的。今次一別，夏慧依都沒有擔心過會一去不返。生死天注定，不到你想的嘛，沒所謂的，總之身體做得開心，將一切的事搞定了就沒有遺憾的了。我幾時都不想換到手的了，人的生命很可貴的，真的越來越多事要做，咁係老人院咯，係咪嚇？即係未完成我嘅願望。夏慧依亦都完全唔避忌咁話，就算喺嗰邊百年歸老，都唔怕冇人扶領。咁都有嗰邊有人噶嘛，全世界都有朋友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唔緊要嘅呢樣嘢，唔擔心嘅。四海之內都係兄弟，所以我係唔會擔心一樣嘢。長咗喺嗰度，咁我都希望喺去埋嗰度啦。就算在香港都不用，我都會去那裡的，因為我的女兒是三藩市嘛。拜拜拜拜香港，有緣再見，拜拜。頭條日報17周年 Happy